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薄荷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种植季。后面是我已经施工了一半的凉棚，今天我带来铁丝还有钳子，准备把这个凉棚的船子给它绷上。这个绑好，差后面一个，再有就是不知道怎么盖顶。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种上两颗铁包金。铁包金葫芦的一种特点就是小爬藤植物，未来它长大起来之后就顺着这个爬，希望是这样。卧到里头，再来一块。现在我们的铁包金就种好了，这是第二次来为我的铁包金小葫芦浇水，有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：第一，铁葫芦不发芽；第二，发芽之后长起来盖不满；第三种可能是它会把整个凉棚压垮，因为这个结构其实非常不坚固。那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就是这一期关于凉棚的种植记，我们下一期是关于如何搞砸种玉米这件事，拜拜。